真的只用一块钱，只要你们消费满200块，用一块钱可以享受一盘的辣子鸡。福州的复兴点心隔壁开了一家新的中国餐厅香芋洞庭，听说这里新开张辣子鸡只要1块钱，有没有这样好哦？进去问一下。你们这边的辣子鸡真的只要1块钱？真的只用1块钱，只要你们消费满200块，用1块钱可以享受一盘的辣子鸡；只要你们消费满500块，用1块钱可以享受一盘的小龙虾。啊，这个只是否星期一到星期五。美女，你的菜来了，招牌烤鱼。哇，下雨天最适合吃这个了，边滚边吃，麻麻辣辣的，越吃越爽哦。老坛酸菜鱼，你们来这里一定要点酸菜鱼，超级大碗。这里面煮得很滑，酸酸辣辣的，很开胃。剁椒鱼头，鸳鸯口味的石锅田鸡，哇，很辣椒哦，它肉很嫩很滑。红烧肉，这是1块钱的辣子鸡，真的有哎，香香辣辣的，1块钱赚到了。大盆北京包菜，莴笋炒腊肉，清炒莴笋丝，这个是从中国进口的菜。是脆的，味道很清甜。吃完辣的食物，再来一碗燕窝银耳羹，很滋润。老板还有燕窝厂，你看很多燕窝产品，在这里用餐的话买燕窝还有优惠，赶快来这边吃中国餐，喝燕窝。